八位视角解读游牧文明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阿。在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有一座雪山叫四姑娘山。四姑娘山本来的发音是塞霍子，蒙古语里的意思是守护神，因为那里是蒙古第四代大汗孟哥的安息地。塞霍子被当地人以讹传讹说成是死姑拉，死姑拉又被后来的汉族朋友说成四姑娘。塞霍子本来的意思是守候孟哥汗的英灵，跟四个姑娘没任何关系。而且它周边还有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语，阿坝就是来自蒙古语的阿巴克，意为叔叔。有一座大山叫二郎山，它本来是蒙古语的阿玛格嫩窝子，平安大山，后来被以讹传讹说成是二郎山。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丈量世界，一个地名一段历史，关注老阿讲历史。